儿一搭相恋换，再把整双看一看，撑银带运的时间，烟一生涯也中断，本来事情告一段，不料平地起波澜，阴阳合同被爆出，有关部门也介入，天价片酬和逃税都要积极去面对，加上阴阳的合同，这个罪名有点重，消息已经来发布，引发网友的关注，网友连连在叫好，评论都是一边倒。这些舆论的焦点，有关部门要严管，不要屡禁屡次犯，触碰法律的底线。娱乐行业要发展，需要严查和严管，各种怪圈来整治，端正风气是大事。敲钻法律的漏洞，变相违反限薪令，利用投资款分散，阴阳合同也出现，这种神一般操作都是为了赚钱多，贪心不足蛇吞象，道德法律全都忘。经常阴风和阳痿，不料这次踩大雷，引起娱乐圈地震，网友纷纷来讨论，不要只打出头鸟，坚决一个不能少，净化娱乐圈环境，各种乱象要归正。暴风雨前的宁静，暗藏蠢蠢和异动，已经有很多明星积极准备应对中，注销工作室公司，想要从零来开始，微博账号也注销，总想逃之和遥遥。郑爽登上了央视，时间冷暖他自知，日薪208万，让人惊讶和惊叹，多少可怜人心酸，为了生存去搬砖，这种超级不公平，不去整治咋会行？娱乐圈的粉碎机，这个名号真牛逼，演员职业成高危，想想也有点可悲，自古富贵险中求，有钱啥都不发愁，有钱能是鬼推磨，当成贵宾坐上客，这次钱财能否多，要看调查的结果，如果一切都属实，依法办事都支持，不能不交就算完，别让老百姓心寒，违反法律不严查，负面影响乱如麻，娱乐圈里真是乱，四大现象也出现，塑料夫妻很普遍，天价片头太泛滥，暗箱操作钻漏洞，黑钱洗白拿来用，这些现象要避免，加强明星的监管，那个的监管。作为爆料，白白和出轨，陈羽凡宣布退娱乐圈，红星工作室员工集体辞职，王星凡红啥都在对，闹乌龙的萨拉评委会，凡也作品出错，明知为何叫二堂微博互撕，网友们大呼狗血，谢谢谢谢谢谢。